重症监护就我一个人嘛，哦，嗯，旁边那个都手术都推出去了，然后就剩一个，慢慢就成一个人，嗯，然后就不断的下死亡通知，连着下了五次，然后龙哥就拿着那给我看，我们俩嘛，就我们俩嘛，不敢跟家里说嘛，龙哥就说，我说死不了呀。然后我们俩就笑，开始还有笑的时候，后来就笑不出来了，笑不出来是我病得不行了，就没力气了。然后一个月没有睡觉，没有吃东西，只打点滴，只打点滴，我睡不下，一躺下就没气了，痰就堵住了，只能坐着。啊，最后实在撑不下呀，那也挺累的，因为吃不了东西又打吊针，然后我就坐在那儿，我说呀不行了，我就哭了，就最后是撑不住了，心力崩溃了，就觉得那个心，我就感觉只要我一放水我就死了，就那种，就只要，但是我提着一口气在这儿嘛，就一点悠悠气吧，我就病着就让那口气维持这个身体机能，维持了一个月。然后我说，我跟龙哥说呀，我不行了，我可能都要死了，我之前真死了。然后龙哥就哭啊，我说，然后我也就哭了，然后就心里我说，我只是觉得我一放松就完了，我只有一个念头，我只要一放我就走掉了，就那么简单的一件事。然后但是后来看龙哥哭，然后我就又提起了，但后来我提不动了。哦，啊，提不动了，说实在不行了，最后就出现了一个医生，也是救了我，就是当时那个钟南山那个，当时，他们说呼延所，哎，呼延所他们说是谁治肺病最好，说钟南山治的最好，所以我就联系到钟南山这个，助手刚从美国回来，哎，真的是，他正好刚带回一套设备，是给婴儿扩展，扩自己，因为我的，他当时是那个。他没办法治我的，是我的这个支气管窄得太厉害了，支气管也下不去，所有的仪器都已经一下去我就死掉了，就太已经太窄了，太细了，0.5毫米还是多少，就是纯粹就是等于一线，一条线那么细，但我还活着，你这就是那口气，哎，就是那口气，就一丝微热的呼吸，就像禅定里边一丝微热的呼吸维持着你这个肉机能嘛，然后那个然后说是他有个婴儿，就是给刚生下的婴儿做那种扩张的一个机器，刚从美国回来，号称不是广州第一把刀啊，就是这个挺厉害，李什么天嘛，李十天，他就专门做支气管扩张，然后谁跟他说了，就是好像是谁当时是福建人还是谁跟他说，然后说有一个学佛的老师得了这种病，很快死了，不行了。我跟这个李世天一点不认识，然后说希望他来看看我。我当时他在呼延说我在这儿，哎，这个李世天就抽心接天跑到这个医院来，然后看我，看完了，然后告诉我说，你去我们那儿，我给你做扩张手术，然后安排一下。然后我那个的时候一天都死三次了，就是一天三次死啊，就痰堵，他一堵就死了，死了急救过来又堵又死，就已经完全已经就是就等死了，医生就等我死了推出去，推到太平房了，就完全全部做好准备了。然后那个李世天说行，然后就跟医院院长，还有说他主动的跟医院院长跟主治医生说，我要带他去我那做手术，转院、他不用转，就直接做手术就去他那做就行了。说，然后这个李世清，然后我看了看他，我坐在床不认识他，也不认识我，然后他只说，我听说你是个学佛的，就是我来看看你，我说行啊，然后他说走，我说没问题啊，我想说行吧，哎，然后去转过去。成功了嘛，就扩张手术，然后扩开以后马上就可以了，呼吸一切正常，吃饭呼吸说的一切开始正常，但是那样但是肺又感染了，这边的肺全部粘连，全部这，然后这样就开始洗肺，开始治疗，又治疗了8个月，就等于住了一年嘛，在床上躺就睡，打吊针就床上躺就躺了半年。就起不了床，没法洗澡，因为没法，他喘不上气来，过敏，全部过敏，连门也不能出，只要闻到一点点，就像你们身上的化妆品我都过敏了，然后就这样了，然后就急救，就支气管痉挛，一下子就是抽筋，就像卡住我，就像你卡住我的脖子，就都很危险的那种病，其实不敢逛商场，不敢出去爬花粉啊，什么过敏啊这些。就所以你们看到我今天我去医院，他们说是奇迹啊，就过敏到那个程度了，已经哪是说痒痒那种，就马上就死要死的那种状态。
然后去我第二年去复诊的时候我已经完全恢复了，可是我然后去他那会的时候不是表示感谢嘛，他那里李主任啊，我叫他拉着我找所有的护士看，你看你看活了活了什么活了，我说活了不是活，我说活得蛮好的。然后他们以为说你活了以后你的生活质量也不高，就说你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没办法很好的去生存活动了，也是个病殃殃，就在床上就是基本上就半死状态就养着吧。嗯，但是我现在不是傻还做呢。这过段时间过去我除了不能爬山以外太高的山其他的就没问题了。再去感谢一下阿丽说最近爬到他一个人看到就是他们不知道，他们就是修行啊，说哎呀，这修复还蛮不错的，四起作用。嗯，然后那些护士都跑出来，那就是那个杨宁啊，这么胖了，因为我胖了嘛。嗯。他当时不是做手术很瘦嘛。嗯。哎呀，这么胖了，哎呀，这就是那个杨宁啊，你说这就是那个杨宁。接近啊，是那样。嗯。当时跟我一样病的人全死了。哦就是都是年轻女孩子，确实了。嗯，这真的很危险。这真不是是体验过那些东西，我觉得是个财富来的。你经历过，再面对，假如今天有死亡来临的时候，我的心态还是有跟你们有不同，就觉得很坦定，因为死过，就是那，嗯，就是那种，而且是一会儿死了，一会儿活了，一会儿死了，一会儿活那种。嗯，就是把你掐死一会儿换过去，再掐死再换过去，就那种死法，你说就像那绞刑啊，把你拉起来让你缓过来拉起，就这种啊，真的那种死法太辛苦了，我觉得还不如直接死了呢，就是一点气那种死法，哎，你死不干净那种感觉，真的是太笑死了。就是你苦的已经想不起那种说人力还有什么情感啊这些东西，对，你根本哎，就是父母也死有时候就是那种就已经恍惚，因为你的那种被折磨的已经恍惚了，就把病已经把你拿住了，就是根本就恍惚了。到第我就八九个月快出月前，我躺在床上唯一的愿望就是能想起来，就是我要是能走到那个窗外边，在广场上走五分钟，你想连五分钟，我出去走五分钟晒晒太阳，这就是唯一的愿望了，已经没有。哎呀，就根本就顾不上了，就是太辛苦的你，就根本没有啥任何欲望。那个时候什么情啊，什么执着啊那些东西，你哎，就是恍若隔世，所有的人在你面前话就已经恍若隔世了。就是你们去看我，就是我是笑，但是其实就是已经好像是就是习惯性的。心已经就是心里边好像就觉得死了，嗯，就你不在那种状态，就是不知道就心死了，然后就是看着大家就是习惯性的微笑啊，跟医生微笑啊，那个主任骂我啊，不接受，那个主任站在地上骂了我一个小时，说是我不吃药，他后来不是不断的让我又加新药嘛，就是忌口我不吃了嘛，我拒绝吃了，因为已经三十味药了，我一次吃。我说我吃不进去了，三十味药就是加在半碗，三十种，三十是种哦，不是三十，三十种，就是药再加上打吊针。我说我又给我加什么，我就不吃了。我跟龙哥说这两味药我不打了，不吃了。一天吃两碗。然后是，然后那个主治医生就站在地上说是你拒绝治疗，我不配合你了，我们全力以赴把你怎么，就骂了我一个小时，我就没动，微笑着看着他，然后那个。那个医主任嘛，主治走了以后，他那天可能是心情不好，然后看我就那么犟，然后他就走了。然后那个主治医生说进来说，跟龙哥说你二姐，哎呀性格那么好，那人家骂成那样，人家一直微笑，人家还病成那样，其实我心死了，可不听见。他就夸，但是我其实是你心根本不动，你其实已经半死了，就是那治的已经把你治半死了。就是你哪有反应啊，就没反应了已经，就是那种状态，那些医生都不知道，已经完半条命没了，你还能反应跟他吵架，不可能的事，就没感觉，就是就人会大脑跟血液缺氧，但我一直不缺氧，
你说明它不再有肺呼吸，就是毛孔啊什么在呼，我的血氧量，它不是每天不停的那个血氧检查，永远是100%，就是跟正常人一模一样，这样你的脏器就不会损坏嘛。但是我明显的我呼不，我根本就不出气，就是，但是那个氧气是正常的，就这个就是我觉得修行，就说他们医生就觉得，哎，缺氧啊，你不缺氧啊。我说我为什么缺氧？他说你不呼吸，你怎么不缺氧？我不出气嘛。还有你记不记得，就是你当时心跳是200下？哦，心跳那个，这所有的以为我心脏衰竭了，240下。240下。咚咚咚咚咚咚，就这么跳几天，就心脏就很快就衰竭了。这是运动员，就是短跑运动员才处在那种跳药，就是这样的跳呢，连续几天，一天24小时你就衰竭了，就心脏供血衰竭。就那样跳，几个月都是那样的心跳，也没有，就是最厉害的是持续了几个小时，其实后来就是跳一直快，一直快，几个月是100几十，就是等于不停的跑，不停的跑。嗯。还有你就是心脏的，还有就是，哎，算了，别说他，挺伤心。